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啊，叫 Freak。Freak。四月二十三发。雨琦要发专辑了。嗯，对。哎，昨天晚上我们还是有幸提前啊，这个感受了一下。我们昨天已经听完了两首歌了，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啊。Solo。叫啥名啊？叫 Freak。Freak。四月二十三发。哦。那我也要发专辑了。哦，萱萱也要发专辑了。又演唱会又专辑，今年我这专辑隔了七年才发。哇，对，隔了七年发的啊！唱一句呗。啊，不好吧，好尴尬的。唱一句吧。好尴尬的。提前为演唱会打个 call。就得庆祝一下出道十年。哦，十年。啊，申哥出道十年了。我都出道十年了。哇。哟，你跟跑男同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出道那年就刚好就是跑男的第一季，是吧？是。那你也是看着，还是很有缘分的，看着跑男长大的，必须的。你好像也瘦了，怎么我不能瘦？这么点一个人还想还要瘦出这下颚骨？这边是不是跟你们家有点像？吃饭什么的，饮食习惯像吗？行吧，就是吃辣。辣，你好像瘦了，怎么我不能瘦？我一看你一共就六十多斤，还减肥？我俩都六十，这也太卷了，我这。我再没有，你不要瞎说。沙哥确实瘦，沙哥瘦好。这么点一人，还要瘦出这下颚骨？转移重点。沙哥，你再这么瘦下去，那个我们在玩古装的时候，你必须得戴头套了。我不仅戴头套，我还粘大胡子去。现在不是流行爆改吗？沙哥现在这是爆改以后的样子。对，沙哥，但沙哥也上了一爆改，姓都不用改了吗？你这么瘦下去，只能走偶像的那个路线了。你让他们聊点什么，就是自己有意义的生活，啥也聊不出来。你要说踩过我，你看看这家一个个的。得了吧，这车上有什么好人吗？全员恶人。金丝恋那期给我吓死了、啊、你记得吗？那主要是宋雨琦给我玩了一手，你们输了。你们输了啊啊！你们输了啊啊！我们输了。把晨儿哥吓坏了，一把给我说到，我擦，我整个汗毛全部竖起来，错过了好多内容。我当时跟蒋龙，我俩完了，推了两天，真的是推了两天，整整推了两天。我上一季，我每次都是把后背展露给你，永远都是一个大耳刮子似的，啪一下就上来，就一下就没了。雨琦真的是不能相信，天使的面孔，恶魔的心，骗人精啊！真的。得了吧，这车上有什么好人吗？全员恶人。我改成孙雨琦，孙雨琦改成老沙，你改成周深，周深改成白鹿。对。其实应该请一下那个姐们来，是不是？应该那个爆改的人，然后咱们十个人化成，就感觉。我觉得节目组爆改我们可能是往丑了改，应该不会往帅了改吧？我们互相爆改，互相爆改。谢谢。我改成孙雨琦，孙雨琦改成老沙。对对，就应该让他给咱画那种，对，有意思哈。你改成周深，周深改成白鹿，周深改李晨。这个怎么改？得穿一个肌肉服。肌肉服。哎，咱们真的搞一期这个挺够的吧？我觉得又为了节目提供了好多的内容，人得用啊，好多内容，让他们这都啥玩意儿？好东西这能用啊？加油，还有五十亿就超过我了，向我哥哥们学习。
晨晨，我们统计了一下，你主演的电影票房快破50亿了。哎呀！加油！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，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。哇！哇好卷，好卷啊！向我哥哥们学习。不要再说了。汗流浃背了。太搞笑了，深深那个深深说里边爽爽的贵阳，一去30多度，不要再说了，给我们热的，我们换个话题吧，确实确实爽朗，说到后面越说越心虚，爽爽的贵阳，有机会也一定要来爽爽的贵阳，游得很爽，汗流浃背了。周深演唱会反正没有给我们票，我还没宣呢。那个周深演唱会反正没有给我们票，我还没宣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开？好好面对镜头，好好说一下，好好做一个承诺，快点。我们这节目什么时候播？什么时候播？你什么时候开是吗？四月末播，四月末播啊。那还没开呢。计划几个城市？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？城市暂时9个城市。五、哦、个城市？五个城市？正儿八经的突然到我这儿变成采访了。好，希望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哦、耶！这一类分别都在哪里？全撂了。要这么细致吗？全撂了。谢谢，我爱你们，奔跑吧。我昨天去旅游了，是体验了一下生活，感受了一下如何从无到有。少刷点微博吧，反正。新一季相聚，大家也很久未见了，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新鲜事吗？来，真源你先说。我先说。你最新鲜，你昨天从哪个岛上偷渡回来的？我昨天去旅游了，体验了一下生活，感受了一下如何从无到有。从他真的一本正经的，真的在介绍那个节目在干什么？没有啊，要真介绍我就不这样介绍了。从无到有，啥都没有，荒岛求生。对，我晕着过来的，每天都在摆着，感觉日子越过越多。可以了吗？看我手的肤色就能看出来。我去旅了个游，我比你黑。你去哪儿旅游了，露露？去大理。在大理离这儿不远，28张自拍吗？少刷点微博吧，反正。为什么就一次性发28张照片？的心态是，一次性发完就省得再编辑一次。没有，就是好照片太多了，对，不想那个，哎呀，有些什么留着。这跟我没关系，这跟我啥关系没有啊？这我不知道这事儿。问沙老师一个问题，比较犀利。哦。在微博刷到了一个热搜，说沙老师要退出跑男，留在王牌。你要下车了，哥哥。你怎么出现在了这里？你沙哥半途反悔了。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怀疑是你们做的假新闻。为了博点流量。这跟我啥关系没有啊？汗流浃背，主要要蹭你的流量。这我不知道这事儿都。那如果知道这两个节目录制撞档了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天哪，这个问题脸都僵了。镜头给我嘴上特写。这两个拍到每一个微表情，这两个录制不会撞档，一个是上半年的第二季度，一个是下半年第4季度。精心的选了一下，完美的躲过去了。我还期待有一个第3季度的节目出现。我给你们看看沙哥的。你这动哪都不行。
二位新的一年发型没有任何变化呀？晨晨可以向观众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头发变白了吗？啊，这是黄，不是，这不是今儿的造型吗？不是染的，假发片。假发片。我这是跟沙哥，就是来源于沙哥的灵感。少白头啊！我给你们看看沙哥的。你是动哪都不行。不是动哪都行，这儿不行。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没日没夜的训练。我们是十岁进公司，十岁进公司开始练，可能十一十二吧，十差不多这个时候。十岁你们就进公司了？十岁我在不知道公司是什么，被挖掘。被拉进去了，对。被挖掘了。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没日没夜的训练。有十岁啊，练声乐和舞蹈。对。然后拍拍东西，露出。小 BD， 你把车停一下吧。司机啊，开着呢。BD 在开车呢。大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主题啦，或者游戏啦，或者许愿啦，都可以直接小 BD 就能听到。他能听到，他现在听能听到。小 BD， 你把车停一下吧。司机啊，开着呢。微信在开车呢。老弟在开车。还好没有说他的坏话。同志们，加油，考个编制啊！奔跑吧，铁饭碗。想问一下陈哥，有网友说跑男是你和凯哥的养老保险。哎，要能是有个养老保险也不错啊。你说这个年代还有谁能在工作上能有这么编制，这种编制是吧？编制这叫什么？这以前叫铁饭碗，对吧？编制这是。同志们加油，考个编制啊！那我们还得几年？奔跑吧，铁饭碗。你去菜场？去买菜。你买菜？啊。这给拉市场来了，这是咋的？每天我早上这个时候去的地方早事儿啊，菜市场。没想到到南宁了，还是按我的生物钟。怪不得我说今天七点半就起了呢。哎，你逛菜市场吗，老沙？逛，北京没有菜市场，现在就去超市买。以前北京有一个，不是那东郊市场吗？北京有吧？有菜市场。我现在我有时候还去呢。东郊市场。你去菜场去买菜？你买菜啊？你做饭吗？自己买菜。我跟我助理一块儿去。咋的？嫌助理不会砍价是吧？一会儿把姚一天叫过来，我好好砍他一个。凯哥曾预言白鹿作品播放破亿，能预言下本次我们的节目吗？他不是用预言的方式，我是靠一指禅，靠弹脑杯的方式。来，下一个是谁？这一指是一亿的播放量。一会儿把姚一天叫过来，我好好弹弹一个。那我们一人弹一下吧。对，以防万一，一人弹一下。那可以。就是谁蒙中是谁的。弹一下就过一亿，你知道我这。